前面前邊，我會 keep 住個靚樣噶啦。好，放鬆放鬆。我抽筋啦，因為腳趾。男朋友喺呢度。佢已經有幻想啦，係啦，日本妹。我想減肥做下運動咧，都即刻想放棄喎，點搞啊？有嗰啲咧唔使曬，有得喐下嘅運動㗎。係咯係咯，仲有埋冷氣添啊！我聽聞咧，最近韓國好多明星都會做一個運動叫做 Pilates 啊，咁咧佢可以嘆住冷氣啦，跟住又可以練到我哋嘅魔鬼身材，所以好啱我哋呢班 ladies 嘅。冇錯啦，所以特登咧就帶大家嚟呢個地方啦，同大家做下 Pilates， 又靚又精緻。但係咧喺開始之前咧，我哋今集咧係有廣告贊助㗎。呢一支本地科研嘅護膚品牌 Effective 嘅手指防曬產品啊，大家你會覺得好奇怪，點解室內都要搽防曬咧？係咯。但其實喺做運動嘅前後咧，我哋都會有機會接觸到紫外線啦，同埋環境嘅污染物。咁所以呢個 ECT 一防曬咧，就可以喺運動前做我哋嘅第一道防護啊。防曬咧就唔應該淨係一個功能性嘅產品，而要將佢變成日常。同埋習慣啦。講起 Pilates 咧，我哋公司都有人玩啦 Pilates。咁我就係 Mavis 啦，好開心啊！我哋今日可以有 Mavis 喺室內教我哋做 Pilates 啊！我都好開心，我可以見到你哋平時拍攝嗰個情況，係咪好激漲啊？係咪好嘈啊？我而家覺得自己好，我講唔到，我要啲時間適應，唔緊要嘅，係。咁但係你可以繼續做翻自己啦。Pilates 大概有100年嘅歷史，最近因為好多韓國明星打卡，所以就慢慢變到好受歡迎啦。佢主要咧係鍛鍊人體一啲深層次啲嘅肌肉，配合埋呼吸去改善同埋維持我哋嘅體態，可以話係一項全新嘅協調運動啊，非常之啱咧用嚟改善姿勢啊，又或者係減少腰酸背痛嘅問題嘅，亦都唔一定要係由遠到高嘅人先玩得噶，所以可以話啱曬呢班 lady 玩啊！好啦，咁我想問啊，咁做 Pilates 有冇啲咩要注意，即係或者著啲乜嘢㗎？著平時普通運動衫得㗎啦。有兩樣嘢特別啲咧，就係可能扎邊咧，因為我哋成日個頭咧好似瞓覺咁樣啊，所以扎邊咧就冇扎得咁高啦。第二樣嘢咧就係隻襪啦，即係要著依啲防線襪咧，咁你就可以棘實啲嗰啲儀器，咁你上身做啲動作嘅時候，你個人穩定啲啦。多謝 Mavis， 咁不如我哋快啲換衫啦。好，防曬啦，佢可以同時抵抗 UVA 同埋 UVB 噶，仲要香港製造無酒精、無香料、無動物測試添。同時咧，佢含有極境修護因子 Atwin 嘅護膚成分 ，Atwin 咧就屬於極親水性嘅分子，可以鞏固皮膚嘅保濕力，而且質地非常之輕身透薄，唔會黐立立添噶。呢啲防曬咧其實都係護膚品嚟嘅，可以舒緩啦同埋修復日照造成嘅發炎，防曬同時就可以修護皮膚嘅屏障啊。化妝之前搽，再上埋個底妝，咁就 perfect 啦。佢嘅配方咧係同日本專家團隊共同研發嘅，解決防曬口重問題。記得日常都要搽防曬啊，因為 Effective 嘅 ECT 一防曬係可以日常使用噶，普通行家同埋中度運動都係可以用噶。產品入邊嘅極境修護因子 Atwin 咧，可以抵擋現代都市嘅污染物，例如懸浮粒子啦，同埋重金屬。達至抗乾旱、抗污染、抗炎舒敏嘅效果添啊！嗱咧，就想問下你哋有冇咩邊度唔舒服啊、痛啊嗰啲啊？我有啊，我背脊後邊啦，同埋我盤骨痛啊！我因為成日揸車咧，跟住條腰後背劈對上嘅位好痛，即係後腰係呢度位好痛，都係腰喎，都係腰，因為我你頭先話自己冇嘢痛喎，你而家突然間又有，諗諗下，因為我打機咧，好似成日都揞住，係你姿勢勁衰，你成日都好似坐鴨咁。係啊係啊，我你咧？肩頸膊痛啊！平時上堂咧就係一對一嘅，咁但係因為咧今日時間關係啦，同埋你有四個人啦，所以我哋就集體做下啲熱身先，俾啲力夾實我自己我擺的啦。人大概得個大概得啦，夾住我。哇！哇！你條腰成塊板咁啊！喂，控制唔到兩人，咁你
啦，係哇 ，feel 唔 feel 到個圖啊 ？feel 到 ，feel 到你腹肌未 ？feel 到 ，hold 住，三眼望大表老質，二一，呼氣落翻嚟。叻叻咧，因為佢揸車揸得多咧，所以下邊呢度咧全部都好緊嘅，所以我想同佢放翻松啲嘅個位，跟住扶住呢個，係嗱，撳落去，眼望前邊。我會 keep 住個靚樣噶啦，盡量。好啦，放鬆。呢隻手可唔可以撳住下邊呢度啊？咁樣。啲力係啦，咁你就平衡到人，啱望前邊，望住鏡，好靚女。我唔想對你説話嘅。嗱，你而家兩個膊頭咧係唔水平嘅，一個喺後邊，一個向前，打翻去心口，係啦。可唔可以 keep 住下身唔好喐，上身我哋落上落上幾下。一個比一個難啊！嗱，去啱望前邊，係啦，呢個請你。好，放鬆放鬆，有啲恐怖喎。這個呢個好像那些燒豬啲火隻豬去搞喎，跟住咧，頭你負責做搞嗰、那個。係啊，黐個 pat pat 頭咧，九十度無影凳咁樣。咁啊，呢度呢度，手伸直指向前面，大髀用力。係啦，大髀用力啊，呼氣捲你個盤骨。係啦，慢慢推曬落去，可唔可以捉到第一條啊？哇！好 advance 喎呢個頭，吸一啖氣，呼氣，拎翻你嘅頭頸膊頭一節一節，慢慢拉翻鬆個膊頭，坐直個人，哇，好勁啊！好走，哇，啊，好舒服啊！我覺得呢個，我真係覺得好舒服。因為我成日咧，即係當你坐喺度啦，跟住我長期咧，你揸車唔會咁樣坐起身噶嘛，你一定係有少彎咗。跟住咧，所以呢一個咧，我想拉呢個位勁耐咯，我係拉完係覺得好舒服喎，唔係痛喎。咁因為佢平時咧成日打機啦，所以咧佢係個膊頭咧向咗前嘅，同埋頭先咧一路留意佢咧啲姿勢超級差，咁我哋就要做翻一啲話俾佢知姿勢啱咧應該係點樣。嗱，如果大髀太緊嘅話，可以曲一曲腳啊，坐直個人先。而家我想你咧 keep 住個背脊直嘅，眼望住呢隻手手掌，個人向後傾，望住我過嚟。哇，好扶住呢一度，跟住翻轉頭啦，轉完呢個圈啦。剛才我們的圈怎樣來我們就怎樣走，坐直的人啊，是啊，就好像劈西瓜一樣升高這個，然後劈下去，跟著劈 Netta， 劈他們，劈他們，劈他們，這邊跟著呢，這裡啊，唉，隻手蕩失路，喂，你多歲啊，你這麼快不記得的，認識了，咦，唉，哇，兩隻手觸犯了什麼緣，這個動作我們做旁邊的肌肉，因為我估你很少練，你永遠都是這樣的，是啊，我們就要，我想你學會怎樣叫做直，反過來望鏡，這隻腳曲，這隻腳伸直，兩隻手扣住在頭後面，剛才我你可不可以向前，唉，手腳都看不到，做什麼影寫真這樣，是啦，可以的話吸一口氣，呼氣慢慢讓你的側腰黏下去，應該是舒服的，這個舒服啊，舒服的，但是要抽回來這邊， OK OK OK， 可以上來了，OK， 做得一次，咁我哋可以再難啲咯，伸直兩隻手，好似個 V 字咁樣。V 字，你中意唔中意？你俾心心啊！嗱，你中意心心都得，唔好唐老鴨先，嗱成日佢成日頂個肚出嚟，點解嘅？收翻個肚埋嚟，俾啲力好落去。誒，你個心唔見咗咯喎！係啊，俾啲力，誒，唔準係嗱，用曬前面嘅力啦，用你側邊嘅力，慢慢震咯，我見到佢震咯。咦，啱啱發生咗咩事啊？因為 Netta 咧，佢就平時湊女啦，好鬼攰啦，佢話個盤骨好痛喎，咁所以咧，而家呢個咧，雖然好似一個九十歲嘅伯伯先會做嘅動作啦，但我想同你鬆翻個盤骨少少先。而家下身完全唔使用力噶嘛，係咪？係啊，我淨係同你喐下呢度啫，盡量鬆翻，因為你平時咧好少就咁喐呢一個位，喐咗少少呢度咯，我哋而家轉啲難啲嘅咯，難啲咯喎，你驚唔驚啊？啲啦，而家唔使拉筋就唔驚，拉筋就好驚。好，我試下伸直兩腳嘅上天花板。唔得啊！成隻腳帶過嚟啊！哇，要咁樣嘅，俾啲力，咁樣 hold 住咯喎自己，我放手啦。喂喂，自己 hold 住，自己 hold 住，然之後伸直隻腳45度，呼氣，唉，吸氣，90、45度。未聽過咁安靜嘅 Netta， 好攰唔攰 ？OK， 當你做鬆咗少少盤骨啦，做咗少少腳啦，而家我想同佢打翻開隻心口，因為你成日抱仔咧，應該係我圓肩都好勁啊！佢伸唔準喐，伸唔準喐，我抽筋啦，因為腳趾。幫你啊，用力蹲定。唉，啱望前邊，啱望前邊喎，標準咯，好啊。卡皮上，啱望前邊，打開俾人睇條鏈，俾人睇你心口。
俾唔到反應啊！你先啦，你嚟先，你話嚟啊，睇啊，睇啊！好，好，我哋俾多次機會你，吸氣，清醒你，俾人欣賞你嘅心口，係啊，係啊，好，快諗下，好。Charlie 咧，因為佢成日都要幫啲 band 嚟搬樂器係嘛，都唔係幫人嘅，你自己都要搬嘅。我冇㗎，我得支麥㗎咋。見你三次有兩次都係搬緊嗰個 M 啦。你嘅咧，我自己的嘅咧，跟住 Terry 就會喺鏡頭前面扮幫我拎啦。但其實背後冇，都有少少嘅，唔使幫佢冇。好，捉住呢個之後咧，我想你咧手踭黐住你條腰，然之後手指指向個窗嗰度。指住，手指全部。唔係淨係呢隻手指嚟㗎，真都係手指嚟㗎。真練咩神功啊？可唔可以 keep 翻個人出嚟咧？勁似打個氣功啊！試下呼氣嘅時候向上送餐啦，送餐。而家好亮咯，你試下靚啲咁樣呼氣啊，唔好。而家試下整個三角形喺呢個額頭，三角形。好難。係啦，日本妹。啊！你而家要推出去啦！啊！坐直咗嚟。啊！係。坐直低，坐定高多啲，唔好拗腰，唔好拗腰。表情。翻嚟，好，可以放鬆。最後一個，抱住，好似攬住你男朋友咁咯。好啊，攬住男朋友啊，打開。係啦。系啦，我即刻有眼，佢就嚟要走啦。咁你打開啊，最後一下啦，唔想走，用盡力抱住佢，唔好走。好，哇，好熟喎真係，好有氣啊，即係佢嘅底線。好，吸氣打翻開，好啱啱好容易係咪？係啊，熱身嚟嘅。好，而家高跪喺度，高跪啲啊，高跪即係高跪，即係個 pat pat 離開腳踭啦。高跪，手踭墊翻腰先。送翻頭先我送餐第一個先，上唔上到去啊？上到啊！好啊，放坐，快啲坐翻嚟，輕少少俾你。哇，出汗啊已經。輕好多啦呢個，高貴上去啊！咦，哇，好 sexy 啊！哇，我第一次有人咁樣讚我啊！好靚啊，媽咪！我求其講嘅啫。可以自己做日本排球妹啊！靚啊！好，而家最後又可以攬翻男朋友咯喎，男朋友喺呢度，我跟住，哦，男朋友喺呢度，我依家冇幻想啊，你個腦入邊，慢慢跪翻低。哇，其實第一次做嚟講咧，你哋係好幾好啦，真噶，可以繼續練下。不過咧，我估唔到咧，做呢個 Pilates 咧咁考腰力咯。不過咧，做完之後係成個人好似鬆咗好多咁樣。係啦，我隻手真係好酸軟啊！次次咧，而家好酸軟。做完運動酸軟就有一種我有付出嘅感覺。但明明我哋做咗十零分鐘都冇到人。係咪我想講我識企喎？係咪咁啊？有冇唐老鴨啦？少少啦，爭少少啦。但係真係喎，廿一年啊！第一次企直咗，第一次係廿。有乘機揾機會講自己幾歲，好嘛？繼續。我一路咧呢個位係勁緊勁痛就會變咗咁咯，但我而家可以唔使咯。好啦，讚夠我啦，多謝多謝，好勁啊！咁同埋咧，我哋都要多謝翻 Fertil 嘅 ECT 一極境修護因子防曬雨啊，一定要搽防曬雨，養成個好習慣啦，咁就可以延緩衰老，越嚟越靚啦。咁同埋我哋咧最緊要啊，都有100毫嘅優惠碼嘅，有興趣咧就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睇啦。咁今集就係咁多啦，多謝曬 Mavis 啊，多謝。